大妹子，来，你坐，来，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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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信咱这事儿就这么定了，行不？啊啊！只要你不走，你说咋地就咋地。就好玩，我给你看看，来，给我看看。哎呀，万哲，哎哎哎，谁在家呢？啊，吃饭整饭没有？这谁呀？这是这是谁呀？这谁？你谁呀？你问我谁呀？你别说话，我是谁？你都别说话。那个大叔啊，他是谁？你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。啊啊，那个别说话啊，这是我大哥，那是我二哥。啊？别说话。大哥，你来，我跟你说句话。二哥，你也来。不是，您请。那个大哥，你请。妈，你哎，请坐。是这么回事，我在银行碰上他的，他手里拿那个东西，这个什么？不能让他受骗上当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是把他留着，完了买他手里东西。对啊，爸，你明白了吧？你这是演戏，就是啊，这个戏演的有意义，太好了。爸，你笑啥呀？演戏救人家，你严肃点行不行？你现在演的是我大哥，你得活泼一点。开演，叔。叔，你是他大儿子？对，是我大哥。我是他大儿子，我长得特别像我爸，因为我爸走得早，完事儿那我跟我爸不长得像吗？大伙儿就以为我爸没事老回来似的。不是，我瞅你俩呢，这你怕你还有点差不多呢。不是你，我就长得着急。其实我今年35，我属狗的，本命年。那你跟他叫声妈啊。啊，你跟他叫声妈，你叫吧，谁叫啊？你叫大哥，你叫声妈怎么的？叫声大儿子叫妈有什么呀？啥玩意儿？那个叫的不成心。你大点声，妈妈。哎，儿子。顺鹏啊，哎，这他大哥我，你怎么这还不明白呢？大哥、二哥、三弟嘛。